郡主方才可是闹够了。我早就说不要回来，你非要回来。你看这才回来半日，就惹出这么多事情。那沈大人说说，打算何时娶我呀？我心里有数，你只需要安分一些。有数是几日？今日、明日。 你这么说，我心里很不踏实的。那我又怎么能？现在可踏实些了。好了。 这里是寒，你方才饮了酒，早些回去休息。陆明山的事情，我会处理的。但是沈爷，你要快一些，别让我等太久。知道。